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说起魔术，我们还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位魔术演员傅衍东。他出生于魔术世家，是傅氏魔术的第四代传人。他的父亲傅腾龙被称为中国魔王。2011年，傅衍东带着傅氏魔术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，为观众们带来了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魔术《年年有余》。新年新气象，快乐来相伴。相声、小品，妙语连珠，欢笑满堂。大海，大海，大大海。歌舞、魔术，新奇绚丽，精彩纷呈。明星反串，说学逗唱，热闹非凡。中国文艺与您共赏元旦特别节目《新年喜福会》，陪您一起跨新年。大家好，给您拜年了。你好，衍东，欢迎你！一看这长袍马褂，就知道今天带来的是中国幻术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，我还带来了我们家祖传的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啊？这不就几条金鱼儿吗？这可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传给我的。你们家金鱼儿活那么长时间啊？哎，他们不光活得长，而且个个是身怀绝技。真的？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。您看好了。哎，董卿，既然祖传的宝贝在此，咱可得讲究点儿。铺桌布，那把这鱼缸给挪一下。哎，不必，看好了，走。哎呀，魔术师都这样，先小露一手。衍东啊，这金鱼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呀？哎，你信不信？你看，我先做个动作。作揖？这为什么要作揖呀？董卿啊，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，个个的岁数都比我大，是几条长辈。哎，你信不信我能让他们组成方阵，接受电视观众的检阅？我不信。金鱼排方阵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你看好了。哎，对，过来过来，对，很好，左转左转，不错不错，好的，继续继续，保持保持状态啊，好，左转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难度升级，对，分组训练，对，红的过来，黑的过去，不错，交叉。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别着急。对了，对了，很好，巩固一下，再来一次。呵，哎，哎呀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好，齐头并进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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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不错啊，很好，一字长蛇。嘿，好，我们到前面给观众们拜年。太神了！解散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衍东，这鱼真听你话呀？那当然是我们家的鱼嘛。真的？那它能听我的口令吗？我也指挥一下。你也想试一试？是啊。那你试试吧。我试试。来，准备啊，向前看，齐步走，走，不听我的呀。董卿，其实你想试非常简单，我得跟他们商量一下。各位长辈，董卿说她也想试一试。啊，咱千万捧捧场，拜托了。啊，什么？啊？哦，答应了。答应了。哎，您看，可以试了。这就行了。来来吧，试试啊。准备，向前看，齐步走。哎呀，解散。这真是宝贝呀，董卿，这都是雕虫小技。真的？其实呢，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还给我留下了一幅画。什么画呀？您请看。来看看，鲢鱼图，有鲢有鱼，也祝大家连年有余。这画又有什么讲究呢？这个嘛，哎，先把这鱼缸给我拿起来。给。我现在考你个问题，这缸里现在有没有鱼？没有啊。回答正确。嗨，一会儿就有了。从哪儿来呢？鱼从画上来。画上的鱼到鱼缸里来？
这还隔着玻璃呢。没错，哎，你知不知道这画上的鱼啊，它也是有灵性的。真的？你看好了。哎，董卿，它动了一下。哪儿呢？没看见啊。我感觉到了，但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？为什么呀？哎，这画上的鱼啊，它也是要听掌声的嘛。鼓掌。您看，掌声响起，鱼儿就出来了。哎呀，真的，这真是画上那条鱼吗？哎，这鱼没了，那你能给变回去吗？啊，还要变回去？对呀。哎呦喂，幸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过，又来了，咱能变出来就能变回去。哎，乖哦，听话。刚才是从这儿出来的，是吧？从哪儿来，咱还回哪儿去走。哇，你们家鱼可真是宝贝啊，有灵性。眼东，那我可得给你出道难题。嗯，你能把这画上的三条鱼都给我变出来吗？啊，三条鱼都变出来？哎，变到这水族箱里来怎么样？还要变到水族箱啊？那太难了吧。这不难，能让他上春节晚会吗？傅远东，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三条鱼都给我变出来，我给你的鱼作揖，行吗？这个虽然这很难，但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过，咱只要有绝活，就什么都难不倒。朋友们注意了，您可千万别眨眼。哎呀，动了。看好了，这就叫不可思议。哎呀，佩服佩服，这真的是不可思议。这就是锦鳞锦绣锦乾坤，富国富家富人民，提名金榜素辉煌，喜看鲤鱼跃龙门。好多的气泡啊，好多的鱼呀。大家好，那么相信呢，大家已经看过很多很多的魔术了，确实魔术的种类非常多。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有穿透类的魔术啊，还有切割类的，还有逃脱类的，包括还有出现消失类的等等等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将为大家介绍一种大家并不常见的魔术现象。这里呢有两枚硬币，一枚是金的，一枚是银的，看一下。好，我要请一位朋友为我暂时保管。这样，请这位大姐好不好？您手上是空的，对，用您的右手来，这样把它捏住 ，OK， 别动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你喜欢金的还是银的？喜欢金的。他喜欢金的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金的。这样，我们把金的拿出来。没错，金的。请您确认一下，银的在您的手心里，金币我现在放在您的手背上，这样。注意了，千万别眨眼。一、二、三，银币跑到了上面，把手打开看一下，手心里变成了一枚金币。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。看过大型魔术的观众们或许知道，一般男魔术师身边都会有一位美女和他搭档。下面这个节目，傅远东搭档台湾美女萧蔷，在山楂树下演绎了一段纯情唯美的爱情故事。列车飞快奔
随着魔术的流行，越来越多的演员也都按捺不住，纷纷加入了魔术的行列中。虽然啊不是职业魔术师，但是在舞台上表演起魔术，个个都是有模有样。小帅虎陈志朋就是其中之一。
难吗？进这个道具？难。一直都是观众们喜爱的草根歌手，质朴的外表和高亢的嗓音征服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。下面的这个节目，阿宝将同魔术师王玉一起挑战极限，随机拍铁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玉。今天我不是歌手，今天我是一个大魔术师。哎呦，厉害了，放话了，阿宝说他自己是大魔术师。今天阿宝要给大家变近景魔术了。我相信很多人呢都看过近景魔术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恐怖的，好切人的，也有浪漫的魔术，表达爱情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演点特别的魔术。对，那在此之前呢，我想请一名现场的观众来配合我，我自己下去挑一位好了。好，有没有自告奋勇的？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姓英。英，英女士，来，大家给她拍拍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英女士。很多人都说呢，魔术师会不会找托？其实这个魔术用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我们今天表演的所有内容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好，他有点紧张，你放心，没人咬你。没有，对不起啊，大家，我今儿出门没吃药。我们这个魔术呢，非常的简单。对，我们这有六个杯子，随便摆的，看到没有？按顺序吧，按顺序，观众你一目了然，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看到六个杯子，可能在想这是一个什么魔术呢？其实这个魔术是一个恐怖的魔术。刚才那个音乐其实为了欺骗大家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魔术是有生命危险的。怎么说呢？这里有一个钉子，来，英女士，对不对？检查一下这个钉子是不是普通的钉子。我告诉你，检查一个钉子有很多种方法，你这种是最不专业的，最专业的就是扎一样东西，你扎扎它。我给你找个肉多的地方，这儿。这儿也没肉。针扎，检查一下这个钉子，对不对？坚硬的钉子，我们来用一个杯子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是我们这个塑料杯，如果这样放下去的话，它完全可以扎透这边，从这里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请这位女士先把这个钉子放进这六个杯子其中的一个杯子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包括我和阿宝在内，还有现场的你们，包括电视机前的你都不要看。现在我们要请这位女士把这个钉子放到其中的一个杯子下面，准备开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各位，就像大家看到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一个有钉子，对不对？肯定有一个会有，没错。那么我们待会儿为了保证这个魔术的公开公正，我这里有一个飞盘，我还想邀请几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能够上台参与，然后同时我们也谢谢英小姐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不如请评委来，用飞盘吧。行，好，谁拿到飞盘，谁就可以上去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魔术。老师，姐，好，我摸后飞盘，随便扔，来，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扔，走。有吗？来，大家站起来，挥挥手。啊，我们还需要一位
长得漂亮、耐看的一位女孩，哦、我终于找到了。这个就是站在我身边这位，条件就是、香港第一美女。我们用最公平的方式去选杯子，然后我们要拍下去。各位朋友，这个小孩子千万不要在家里模仿，爸爸妈妈一定要提醒一下。对，我们有一个袋子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号码都在这个袋子里面。我现在，对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拿这个袋子呢，让吴君如老师随便抽一个号码。您随便抽一个号码就行了，几号都行。OK， 我们不看。哦，给观众看吗？对，当然拿起来，然后给镜头看一下，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，请看好吴君如选的号码。二号，所以您过去，美女了，请您站在二号杯子上面。各位，这个是吴君如自己选的二号，跟我和阿宝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吧？大家都看到了。那怎么样？我要拍下去。您先把手放在上头，您感应一下，您觉得二号里面有会不会有钉子？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有点痛。因为我刚才出场的时候真的练过一阵子，我知道魔术是有一点难度，还有很危险的。没错，而且这个魔术需要一点胆量，好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。给我看一下吗？不用，当然不可以。好紧张。你把手放上面。是这样的，其实有没有各位朋友，当我第一次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，我这有点心跳。其实当我各位听我说，这个魔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它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当我第一次，你要给你啊，我们应该给吴君如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没事。吴老师，您别害怕，等会儿我陪您跳广场舞。好。而且，各位朋友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吴君如老师是幸运的。你肯定钉子在其中。不是，因为第一次拍几率是最小的。没错。来，这位美女，我怎么称呼你？细方。帆。对，正方形的方。哦，方小姐，来随便的选一个号码，把手伸进去，选一个号码。不要看，自己都不要看，凭第一感觉抓住一个号码，然后马上拿出来。给镜头看一下，你选的是一号。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，一般没有。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手怎么发抖了？对，发抖。怎么发抖了？等会儿啊，你好了吗？一二。哦，没有。各位，掌声鼓励一下。OK。其实越到后面是越紧张的。对啊。所以其实。我没有选你，机会十分之一。对，我觉得现在有点危险了。好，来，你再选一个好吗？我们谁都不要看哈，抓起来，然后给大家看，你选的号码是六号、六号杯，这个谁砸？你害怕吗？害怕，害怕，因为你有25%的几率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相信大家其实并不想看观众砸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太坑了。阿宝砸怎么样？哎呀，越到后面越危险。其实我想，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对我很熟，大家最心疼我，绝对不可让我砸的。你说我砸不砸？砸，砸。试试吧，阿宝，你紧张吗？说真的，说真的，不是，我真正紧张，我是害怕这个节目演不好，咱们被淘汰了，这个是我紧张的。我砸了啊，好吧。一二，其实最危险的还在后边，这三个杯子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会有钉子的。我觉得魔术进行到现在，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了，就是肯定有一个是要拍的，好，肯定有两个还要拍。对，那么现在我为了加快这个魔术的节奏呢，我现在请还有哪位美女没有参与啊？你现在帮我选一个号码，听着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我们这次改规则了。我们选一个号码，我们不拍，对，剩下的两个号码我和阿宝一起拍好吗？毕竟我们是大魔术师嘛。这次请你随机的选一个号码，然后迅速的拿起来，几号给大家看一下。四号。四号不拍。所以3号和5号是我和阿宝要拍的。阿宝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，我相信出色的魔术师是要有意念控制自己的思想的。
我们也不知道三号和五号有没有。君如，你觉得阿宝拍三号还拍五号？阿宝拍五号了，你拍三号。好，我们就听你的。准备好没？三、二、一。哇！最后请，最后请我拍、啊。君如姐，是不是要我拍？揭晓答案，让你掀被子。如果刚才真的有人选到了拍四号的话，你慢慢的掀开这杯子，直接拿开。各位观众，一颗钉。